哎，又有鹿，哎，他这边鹿好多哦。哦吼，我靠！帅哦，帅帅帅！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冲哦，让我录，让我录一下。好，来来来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来来来，可以啦可以啦。U 型坡哎、欸、，U 型坡哎、欸，宝刀位了，宝刀位了，好，哦，我看到他左右可以起坡了，他后面应该也可以接回去吧，好啊好啊，哦，那个抖下，我觉得我。感觉有点不太敢下哎、欸，下坡要加油门，要不然跟不上，会拖啦。好，好，够了够了，走左边好了。左边应该是接回去了。连那第一个上坡他就不敢上来了啦，压力很大啊，那因为他那个车重啊，对啊，本来就不勉强了，从以前我们骑车就不勉强了吧。啊，我掉了一个铃铛啊，没有就好玩啊。对啊，好像没有，你走前面好了，你走前面好了，我这样跟拍比较看得出坡度。玩大魔王，毫不犹豫。没走过，还好还好。这太棒了！这条好像没走过吧？绕一圈，这应该他所谓的高速段吧？
咳咳咳咳